原标题，他自杀，枪下磕，被日军活捉，伪军帮忙把他救出。后程中讲，刘志坚将军是一位传奇的英雄，今日是五四青年节，他曾经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，起干就是三年。由于青年工作做得好，后来升任宣传部长。本文要说的不是刘志坚将军做青年工作的事，而是他在青年时发生的最传奇的一件事：抗战时被日军活捉，死里逃出，还策反了一个伪军大队。那是1942年的事，刘志坚刚好30岁，30岁为青年。当时刘志坚在济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，司令员是陈再道，政委为宋任穷。十月，刘志坚与区委组织部长、警署主任等人去枣强县第六军分区检查工作。10月17日，他们住宿在枣强县大师九村。天亮时，村子突然被大批日军包围，枪声把刘志坚等人惊醒了。他立即拔枪往外冲，但是鬼子已经冲进了村子，双方立即发生激战。在战斗中，刘志坚的大腿被一颗子弹击中，鲜血直流，终于落下来了。这时他想的不是如何逃走，而是身上还带着区委的文件，于是顾不得伤痛，快速把文件取出来，艰难地把它们咽进肚子里。当他吃完文件时，日军已经冲到了他的跟前。刘志坚当即把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，扣动了扳机，不料枪卡壳了，子弹没打响。他正准备开第二枪枪时，一个伪军冲上来，一把把他的枪夺走了。就这样，负伤的刘志坚被日军活捉了。刘志坚被俘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济南军区，司令员陈再道说，一定要把刘主任救出来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个硬任务交给了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尹良品。尹良品的办法是在日军处决刘志坚时派一个连去劫法场。有趣的是，刘志坚被日军活捉后十分沉着，不管日军如何审讯都能从容应对，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日军只把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。直到第三天，扫荡的日军才决定把他送去枣强县城。20日，在伪军大队的协助下，100多名日军押送刘志坚从大营村出发上路了。尹良品得到情报后立刻准备救人，可是他没料到日军有100多人，还有一个伪军大队，而他身边只有一个准备劫法场的连，这样很难取胜。恰好第20团6连去军区领过冬的棉衣，路过这里，尹良品立即派人过去借了一个连的救兵。于是他下令2个连在日军必经的一个隘口设伏，日军和伪军大队押送着装着刘志坚的囚车过来了。10几个战士化妆成当地农民，挑着柴火朝着日军队伍走过去。等日军全部进入包围圈后，尹良品一声喊打，枪声一响，日军大乱，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埋伏在两边的八路军主力。这时靠近刘志坚的10几个战士立即从柴火中抽出枪支，冲向囚车。囚车是由伪军看管的，这些人虽然当了伪军，但早就被八路军的记红黑点。良心大检查运动过了好多遍的良心，多数人有了民族大义的观念，平时他们跟八路军就已暗中有约定，伪军不打八路军，八路军就不消灭他们。此时此刻，他们见八路军来救人，不仅不抵抗，反而聚集过来进行掩护，并且把囚车门打开，喊着快快，战士们背起刘志坚就跑。哗啦，一个伪军砸烂了囚车，其他伪军马上朝天放空枪。就这样，刘志坚被战士们从日军堆里安全解救出来了。刘志坚脱险后，第六分军区又把他送到了邱县附近一个伪军家里养伤。这个伪军还是一个大队长，平时与八路军关系比较好，在养伤期间
刘志坚与他多次谈心，宣传抗战必胜、汤伪军没出路的道理，并且指出他只有去投奔八路军才是唯一的自救之道，说的他心里痒痒的。结果刘志坚的伤医养好，离开没几天，他就率领全大队起义，加入了第六军分区。后来他们全部编入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，参加了解放战争。刘志坚被伪军救了命，还策反了一个伪军大队，创造了一个传奇。1955年刘志坚被授予中将军衔，授衔时毛泽东握住他的手问道，你就是那个劫法场抢出来的刘犊子？刘志坚回答说，不是法场，是日军堆子里。欢迎关注陈冠任微信公众号 CGR00000001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